小杏和小戴是一对好朋友，这不他们俩正去沙漠旅行呢。走啊走啊，走了七七49天，总算走到了沙漠的边缘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孩子，别怕。您是？我是羚羊妈妈。路上够累的了，快喝些甜奶吧。醒醒醒醒，天亮了。你们先不要上路，马上要下雨了，要下金碧雨，这金碧雨很硬，像冰雹一样，要大伤人的。不下雨了，您和我们一起去走走吧。您怎么了？小蛋，小蛋，你快来呀，你快来呀！你到后面去。高兴，你们快赶路吧。不，大概我的脊椎骨被金碧雨砸断了。你们穿过前面一片沙漠，那儿有座金碧国，如果能在那儿找到一种叫龙凤接骨草的草药，我吃了也许能得救，能得救。起！
好多好多的东西。咦，小心，快来帮帮我。去找药，找到以后一定会回来救您的。咦，怎么了？你跟我来。捡啊！晒不着，即使有狼路过，狼也看不见。嗯，你真是。捡回来吃什么？喏，就最后一块了，忍忍吧。他们身上一定带着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嗯，我们这儿金子多，就是没吃的。是啊，我们活一辈子只能吃到一粒米或者是一粒芝麻呢。是啊，说的是啊。我这儿有一块饼，哦，可是你们这么多人，该怎么分呢？这嘿，幸运的孩子，我愿拿一颗珍珠来换你饼上的一粒芝麻，怎么样啊？啊不，我要用一颗五克拉的大钻石来跟你换。我捧了一盆的红玛瑙，你看怎么样？换给我，换给我。哎，我辛辛苦苦背了这么多的金币，有什么用呢？往垃圾箱里倒都倒不进去，还不如留几个芝麻饼，那就真发大财了。哎，快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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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国王要出巡了！国王要出巡了！我说，你们是从有吃有喝的王国里来的吗？啊？刚才我在皇宫的楼顶上已经用望远镜看见了，你们还带来了一块芝麻饼啊？是的。
啊，我最爱吃芝麻饼了，可是我的厨子不会做，我决定用全城的金币换这块芝麻饼。不，尊敬的国王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用这块芝麻饼换到一种药材。什么药材？龙凤接骨草。过来，我问你，有这种药材吗？在这儿，陛下。有的。那就快去药库把药材取来。是，快去药库把药取来。是。真好吃，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了。你吃吗？好香好香。哇，孩子们还有别的请求吗？啊，我想请您借我一匹马，把药草快点送给我们的羚羊妈妈。念你一片善心，就把马牵走吧。啊，牵马来。马来了。小蛋，咱们快走吧。不不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去吧，真太谢谢您了。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。下来的，都怪我太贪心了。你走了以后，你说要什么吧？你不是说用全城的金币来换我这块芝麻饼吗？对对，我是说过，你要多少就拿多少。
可是你怎么装回去呢？我要架飞机。哦，就这么定你们看，飞机装的太多了，直往下掉。那么好呀。现在不疼了吧？再见。